降少了，给它跑一边去了。非常好。我天，刚出来的钱。好冷。还两瓶草，不能累着。非常好，不用拿了。再烤一点嘛。啊。你再尝一下嘛。好。好。那你搞完了？没事了，要不你这些留在我这里也是没用啊。有问题就放两瓶臭的。为什么？它有泥。放一边又臭。不是放一边会臭，这个像你这样的打我放冰箱里面去，明天冻硬了拿出来解冻，完蛋没用了，丢掉了。装要煮啊，把它煮熟了。那我剩下怎么办？